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如果有人在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全军出击！我这一级学个啥呢？我学个一技能吧，我掏回来，他学的 Q， 他不学 W 就行。其实他学 W， 我学一技能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给你一拳。别人卡我位，回来吧你！没吃药呢，那我们得来个三级呀、啊！这是谁的牙齿卡在了我的拳头上？有人知道吗？插眼，呸！回来吧你，呸！打吧妞，让他回去。160回家了。哎，哎呦我操，跑了，不好杀呀。没有办法了，害人精啊！先来个布点鞋呀、啊！刚才那下有没有留疤？来个布点鞋吧。先跑得快点，
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有些架还是得你自己动手。回来吧你！打吧妞！人们最讨厌的就是强者。回来吧你！四拳，他们说我是个恶霸，自己是个战士。不让他吃馅儿啊！回来，起飞了！嗯，吓人，他害怕，我也害怕。回来吧你！我就不回家，怎么样？回来吧你！给你个大把妞！回家吧。你们懂吗？每次击打之间的相隔才是生活的意义。没血弄。哎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回来吧你，麻烦你起飞。哎呦我操！我怎么下来了呢？已经来个药光。你被击倒多少次都不重要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你有多少次爬了起来？坠机了。起飞失败了。Shut down.
been slain. 我们好像是无敌了。确定吗？确定啊！这怎么不能确定呢？回来吧你！啥也没有啊，打个峡谷先锋吧，然后把维克多杀了，把中路一塔塔皮全给他吃了。也没用啊，你也打不过我呀。保密塔落成即将脱落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要是能找到我老爸，你飞了，回来吧你。都死不了吗？啊，真的垃圾。哎，一个都打不死。还算打死了，可不容易。我是没想到他这点血还敢打红啊。你是真牛啊！回家先来个三项，跑得快。
我曾经在厂子里流血流汗，替敌人转型。这维克托真牛啊，来回赶客啊，我决定了啊，我把他高地拆了，我让你抓，这么喜欢抓人，那就让他多抓一抓。我记得第一次打架之后，我哭着跑回家，他用爪子帮我擦眼泪。跑得快呀、啊！在我的场子里，认输了也不会。回来吧你！几倍了？这么装备还往我脸上走？不行，根本不够格。回来吧你！没打到。我操！回我咋死的呀？啊！我是咋死的？小法师放大了，能量爆裂。人有点多呀，这人有点太多了，白给了，我一下就五六个人了。我们自己单带下吧，把下路给他带了。你跟他们啊，你跟我干嘛呀？你跟我，你能继续推吗？你们不去中路给压力，你跟我来玩，你在这儿打啥呀？精神病，精神病，我走，我们自己玩吧。我不是混血，是终极的纯血。
维克托一个人还能在后边这么猛吗？哎呀，怎么这么难打呀？开塔的。我先来个紫炎之力，再出个本甲。黄子在干嘛？黄子怕我杀他，我都不理他。是不是选的英雄不行吗？怎么每一把都这么难打呢？这是对面的中单，也不用中路守线，哎，就去完上路，去下路，去完下路，去上路，然后呢，这人头比就完，队友也不行，打也打不过，我就让人玩死。英雄不行，板豪也不行。会很疼的，玩家紫炎之力加谢手。你看那对面这老些人过来打我，然后呢就没啥动作，技能全交了，这波还打个五，给他们全杀了，那一个技能他也没有，他能让他们跑了。都给他杀了，那用这老些技能杀我。还是很脆呀，去打大龙吧，把大龙打了。这行吧，钉吗？这地方在我来之前无聊的。哎呀，行，好，
这维克托尔跑得怎么那么快呢？太鸡巴菜了，那我能咋整啊？两个人都给我框里头了，我能咋办呢？那你说一个不菜的打法，我一没大二没闪，没个托又遇不着，小法师给你框里头了，咋能不菜？怎么的能不菜？你给我说一下，我想知道知道怎么能让不菜。我这装备就不行，你别说我装备行不行，我就想知道哪菜。你也说不出来，我这不学习呢吗？这怎么能是嘴硬呢？我这想学习，你也不让人学，你就说嘴硬，我也不知道咋整。两个人打四个人呗。大龙得二打四，下路仨人，只要说话，我走了，再见，我不跟你打了。闪现衣服，这个紫炎之力还是可以的。小龙他们应该打不了了，去下路带去。在我的场子里，输了也不会停手。上路兵线，他们小龙他要不了。行事儿啊，你们自己在下路玩吧，我不玩了。我去上路带线去了。小法师干啥呢？你给我起飞！蓄意轰拳。来吧你，
出三项也不是说为了非得伤害高。